上英文课的话，会想要进修什么样子的主题呢？研究什么？我研究一下，我想一下，但是我没有要想。还是我教 Echo 日文呢？ I will see what I can do。啊，我一点都不想要买单的意思。日本跟英国的文化也是蛮多共通点。我们在伦敦的 How are you 或是 You look handsome， 然后大家就会说 Wow, your English is so good。学会了，はじめまして、ありがとう。讲出来，日本人都会哇，你又在中文。热情的眼神的背后其实是，对我现在在称赞你这只小猴子的那种感觉。Amazing Talker 呢，是一个很好进修英文的地方哟。行けたら行く，就是他不想要来的意思。上英文课的话，会想要进修什么样子的主题呢？研究します。我研究一下，我想一下，但是我没有要想。还是我教 Echo 日文呢？ I will see what I can do。啊，我一点都不想要买单的意思。我就是完美的文化结合的代表。